哇，这个已经领先来到了38,000了。对啊，他本来刚刚回头的时候，本来是有机会听30,000，好像摸到了，对，听对倒了啊、哦，30,000跟80,000还是90,000的对倒，可是他就是坚持听70,000的边章。如果他转听对倒的话，就不会自摸了，就会烫到。关键又是。是维彤太厉害了，我还没走出，他就在门口等我了。嗯，对，过水庄家连二，没错，县长说的没错哦。要追分啊，那个过水果然就是会让这个庄家起气哦。是，就像我上次跟黄建明那一场一样哦。哦，志祥看不下去了哦，你们都这样一直摸，我也要来做大的。要来干大事，嗯，志祥干大事，再碰起来，哦、真的，大事给他干起来了啊、哦！25,000-70,000的进账，25,000跟这个西风来考报，他也碰、嗯，摸什么？二饼，4饼摸起来打90,000。哦，选择性，可是志祥自己碰断了50,000，如果要进二万，打一条、哦。嗯，谁啊？表哥打一条，哎，嗯，才一条队啊？对啊，啊，等一下，如果他进，哎、欸，他把眼睛给打停牌了，70,000，凑一色的70,000，啊嘞，志祥停牌了，但是70,000，存一支啦，赶快啦，存一支啦，你会绝张自摸、嗯，我也会啦，对啊，来绝张自摸70,000，啊嘞，我还倒没声音了。我觉得这个70,000，如果碰到一饼他听牌的情况，这个70,000他会放枪哦。70,000，他放枪 OK 啊。对啊，维彤放枪 OK 啊。而且我觉得志祥应该不会过水了，因为他在赶火车。碰起来，棒请志祥胡牌，凑一色边张红中发财庄家连五拉五，好多台，好多台。11台，不止吧？11台就加11台，再加边章就12台了。12台，红中发财14台，再加凑一色16台，恭喜维彤放了一个16台，不错、哦！恭喜我们的志祥今天上了我们的精华。嗯，来第二次就有精华，不错哎、欸，不错、啊，这个把牌做的蛮有大胆的哦。真的，爸爸打了主赛事都还没有精华。哪有他爸打的主赛事也蛮多精华的哦，故意讲的，你跟我讲。